虎年 RLCD 乙单，来自1968年的硬顶赫尔维特，即便被丢弃在车库的一角，依旧能够吸引到你的关注。其可开启的机盖就是为了秀肌肉。赫尔维特首发车型之后的第15年，雪佛兰对赫尔维特进行了改款，流线型的车身灵感来自于 Model Shark 2，其动力和外观直至今日依旧让人无法自拔。小车车用的并非是大家喜欢的轿胎，取而代之的是红线轮。所谓的红线轮就是 New Classic Red Line Wheels 一言以蔽之，塑料轮。很多小伙伴不喜欢，不过我倒是不反感，这种塑料轮滚动性要比轿胎更润。尾部有 STMGR 的牌照，这是风火轮 Original 的16款小车车之一。作为萌新，这是一款不容错过的老车了。